漫画星座挖坑，哈，这只老乌龟啊，抽着雪茄，穿着丝袜，啊，在不断的挖坑，一个坑接着一个坑，啊，从最早的法治基金、法治工会、GTV 投资、GB、G Club、洗美元、洗翻身、洗 Fashion，这个 G Fashion，债转股、乌克兰救援、躺平币，啊，还有不停的在挖新坑。啊，什么洗交所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哎呀，一个坑一个坑，同样的套路，坑了无数小蚂蚁。一路血流成河，啊，这张画其实涛在2年前画过，算是冷饭再炒热再吃一遍啊，因为坑越来越多。比2年前又多了好多好多啊！一样的坑，却不断的有新的小蚂蚁往里钻，往里跳啊！呵呵，有些醒来了，有些还在坑中啊，有些还在期待新的坑。涛在这里只是用自己的漫画啊，想表达啥就表达啥啊，记录这个荒诞的时代。我知道肯定会有小蚂蚁来骂我。其实您真不用骂我啊，涛丝毫都没有劝诫你的意思哈。涛祝你发财啊，您多投资啊。我也没说这个乌龟是谁啊，我也没说这个您的投资是诈骗哈。这个您乐意投您就多投，我祝您发财啊。这个智商税得交啊！您交足了，您就知道我啥意思了。到您看明白的那天，您再来感谢我也不迟啊。谢谢大家。手绘稿可供收藏，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详询。涛不是为了赚钱，为了可持续画画，大家拼命转我就拼命画。谢谢大家。